下，湘琴妹妹，她是那个陆克杯总冠军。燕子，陈燕子，好不好？很会打鼓，那个陆克杯第九名。然后我需要介绍吗？要。好，我是一个女生。没有人叫，哇！我想跟大明星那种，就是哎，我是一个女生。男神的街头。这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那个《台北某地方》。谁跟你的手上收起你的餐饭，呼吸这个早晨留下的味道，深深地一般列车，渴望同一个地方。那一次你离开我，就不再回来。沙漠里的收音机，接受不到你的讯息。有人在吗？我一个人唱着。有人在吗？我自问也自答。有人在吗？明明是我们的家，为何听不见你的
谢谢。谢谢。